你真是大孝子，那你都别怪我辣手皮花了。那小本嘞，那是不是你能读读嘞？那也吵我一顿，到底是不是？他说我这垃圾桶倒里边了。跟人家说你，我跟人家说了，我不能白来啊。去啊！破案了！破案了！俺都是咱们倒嘞，倒了茶叶。屋里人说，我把那些多的茶叶都马桶里边了，抽走了。然后摸到一点菜渣，我倒到水我倒吃。看见没有？那马桶堵也是咱们倒的，都给我们垃圾桶。马桶的关子，那个洗干净，那管子洗吧。你看，那到天门也是他倒的。那叫菜渣，不知道几个。他仗着你抽烟了，他不听我的。多少年呢？两块钱一斤。手机换难了，啥？手机换难了，你先帮我垫上。两碗小面条，一碗米饭。小叔回回，这个是没带口，面条是先炒的，待一会儿再先吃点肉，可不赖。朋友们，这是俺这买的老式炒面条，看中怎么样？咱这辣椒拌吧，嗯，你都会这个呢？你炒菜同志，我还属于爱炒吗？怎么跟你爱炒嘞？你真是大孝子，那你都别怪我辣手皮花了。都知道俺家会祝福你。中，你牛。小燕，咱走路桥。我啥人？你来着移花接木。我来个调虎离山。我们来个借刀杀人。我来个暗度陈仓。你来个风雨飘摇。我来个顺风牵羊。我探囊取物。我还顺风牵羊。我釜底抽薪。顺风牵羊。我无中生有。顺风牵羊。你别吃了。给你，王伟。饱了。朋友们，饭吃完了，也吃饱了。卷，前后路慢慢吃。今天视频都到这吧，咱们下一个演。